你好，袁浅。我对找男朋友的要求不高，男的，活的。给我拿了点药。而我至今都没有找到男朋友。找男朋友可以找我这样。咱们俩八字不合，你还是离我远一点吧。喂。不用练了，反正练了也没用。你是不是小时候长得特别高，长大之后就不长个那种啊？你才是拿脑 CT 做雕塑的变态！你做事都是这么不知死活的。他不会是给你下套吧？什么套？爱情的套。不会吧，我居然觉得他有点帅。刘强，你化妆了？没有。我可以坐这儿吗？官方 CP 作死了！终于承认你是我心里那个人，等偏偏有一个是我喜欢的，一个是被调剂的，怎么能没区别呢？口口声声说要保住雕塑系，就不能自己想想办法？不管你做什么样的选择，都会无条件支持你。文轩，生日快乐！文轩，你们永远都会陪着。叫他们永不解散的雕塑系。第一次和男朋友在外过夜必备的东西，防狼喷雾。